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站出来。这个故事系列已经跟我走过11年，叶问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，我们的尊严受到挑战，我们怎么站起来？这个是叶问一直以来的中心。 因为他已经做了3次了，他一着做个腿长衫就好似变咗叶问。喺动作上面，我比较想去再沉稳啲啊，比较老练。好似文人嘅功夫高手嚟嘅。咏春大战太极，这场戏整整拍了将近10天的时间，单手跟单手对打，这个是叶问前3部从来。 都没有。好看。跟子弹先生系好重要嘅一部分。每一次佢都会有好多好嘅意见。因为佢，I gotta go. Otherwise, my hand is there. I don't want to turn and then have to kind of wait. The time is off, right?自己以往演这个人物的经验，琢磨这个人物的思路。1, 2, 3. 能够有塑造这个人物出来的不容易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。我觉得演员能够演这个人物4次那么多了是幸运。我今次再发觉佢已经完完整整系一个演员。